这是 LDLTKPS。对，今天我要就是前几天有个优奖征答，我今天要抽出幸运的观众。对，今天要来把就是幸运儿抽出来，得到我们的奖品，好吧？我们抽第一位。对，因为太多人回答了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先在这个票数最多这里，对吧？这是顽童知道的，这里。看到吗？是这里，您在这里面抽出一个幸运儿，286，好好。对，幸运人大抽奖呢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，所以我就用古老一点的方式来翻课本，好不好？秘密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啊！第一位是谁呢？好，来，21号，好，21号，好，我们来算一下，第21位观众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，好，恭喜高雄市市立古山高中这位同学，好，恭喜你得到我们就是第一个奖品，好，我现在要立刻发警讯给你，发讯息给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抽到第一个大奖，请你跟我联络。好，发送出去。好，我怕大家觉得我们不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所以我在抽第二个之前呢，我决定换个大本的，换个大本的，没话说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先。抽出，就总共48个答案嘛。那我觉得48人就先抽出第一个。那我看我怎么讲？这也是很难断。我已经语言障碍。好，我们先抽出看是第几个。双方太少一点。389，好吧。那所以我们就是第38号的第九位幸运观众。这样才够低趴，可是它里面没有，里面只有几人答，我看一下啊。所以呢，里面有4人答，所以我们就是从上数到下，我们数到9，好不好？好，1 2 3 4 5 6 7 8 9，恭喜这位好爱睡朋友。对，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得到了我们第二个奖品。好，现在立刻发送讯息给你。好爱睡朋友。恭喜你抽到我们奖品，请马上跟我联络。这我不一定会回你哦。那我们换个大本的来好吗？好吧，统计学，你没话说了吧？我换3本，抽不一样的，好吧？抽奖这种东西本身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抽，开抽了，不要废话那么多，开抽了。359，我大家一定会觉得，如果都是三开头的话，不吉利嘛。对，没关系的，先抽到就抽到，不要慌，好吧？几家欢乐几家愁，359，我开始算喽。也是一样，35号，哎，刚是389，359，没关系啊。我是宅男，一样也是只有4个人得到啊，也是4个人。好，所以我再数一次9，看哦，1 2 3 4 5 6 7 8 9，又是好爱睡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把他这个奖品让出来给你，不然大家一定觉得太扯了。
安东达，他很想要得到奖品。好，就是翻草叶泳，不要翻中间的话。好，十一，所以我们来翻案第十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哦 ，It's how we roll, baby。需要再快速的偷听，那把所有数字加起来看是多少？好，啊、我折磨自己，三加七加。是第九位，这不会这是好爱睡了吧？对不对？不会这是好爱睡，他排第二，不会是第九个了吧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七八九，好，恭喜这个叫什么？黄玉日，应该是这样念，好，恭喜你，泰山高中，我现在一个发讯息给你，好不好？恭喜你得到我们今天抽奖最后一个大奖。恭喜你抽中最后一个大奖，请你马上跟我联络。好，我这个都有发出去的哦。好，抽奖到此结束，谢谢。